叫卡兹。早上好呀。在早上8点钟起来，还是有点凉的，稍微有点冷。今天都起来的很早，因为今天都要去吃那个杀猪饭。过去的话，路上就要1个多小时，到那边去杀一头猪，杀一头他们这种小黑猪，就特别类似藏香猪。早上这个露水还没有化，草上面还都是水。这里水草丰富也是有原因的，每天早上跟下了雨似的。可以叫。小江。今天还起来吗？早安。我8点半就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去前往他们这里的一个傣族的村寨，去吃杀年猪。现杀小猪猪，就把这个大门给拦着了，这条路不允许其他人进去了，不允许其他人进去了。出发，出发！我去，这跟下了雨一样。好，不辣的，好像有一段榨菜，来，谢谢。哇，好香哦！我都加的培根、萝卜干，好大一个、来，谢谢胡哥去给我们买的煎饼果子，传统小吃。啊，就放这儿吧。这小瓶了吗？我就买一个，小瓶好像行。我买的可乐，好啊、我们煎成的，来，啊，这给他，给你扔掉。哎呀，怎么这个叫？你叫风吗？通用的，你们车是租的还是自己的？租的，租的要填下几张纸。你微信里面不有这个吗？行程大数据吗？我好像没有。你把微信打开。有啊。你们要填一下这个表，都是租的话。给他看一下好了。来了。妈妈，我怎么这个弄了？你不要去下载嘛，那充钱你要啊你，不要去充值。哦，原来我还有这个好东西。你干嘛老是点充值？每次他都让我看完，我都一脸懵。重新扫多麻烦呀。对呀。可以，能停下来，能过一辆车就行了。咦，我去，这是自己改装的吗？松鼠。松鼠。我倒是个马的。
是吧？那这么大还抱？马上到了呀，前面一点点就到了。快快快，杀猪了，杀猪了！前面在杀猪了，已经烤上了。哎，这么幽静的地方，里面在杀猪、烤猪，烤猪。烤香猪，然后这个就是这边的小香猪，就是成年猪就只能长那么大。哦，就说那不得要穷家。这小香猪已经对上头了，这猪有点小。香辛加的啊，闻着挺香的。哦，增加香味儿。这什么果子？那最爱那种。那是果子吧？是香料，是一个果子，树上的一个果子。这是这树上的果子吗？调料。哎，那个新上的，有香料叫什么？卡利多，简称嘛。破开了，卡多。肚子卡，破开了，咱肚子卡，破开。佳明说你在哪比呢？那不是辣椒吗？辣椒。对，看怎么了？有鱼吗？有，好多。哎呦。看看那小鱼苗，好多小鱼，就拿个小针的都可以勾起来了。你砸石头有可能都有大鱼，砸石头能给它砸晕。翡翠，翡翠原石。好多小鱼啊！嗯，你又把它带出来了。昨天说的，我说可以，小狗可以带的嘛。卡子，卡子。奥斯卡，嘿，嘿，你又跑出来了。嗯，玩野了就不想回去了。饿。你们饿了吧？我们吃了煎饼果子，在路边买。真的？我们一人买个煎饼果子吃了。不要脸！吃点甘蔗去吧。我们出来到周边探索一下原始森林。一会儿什么眼镜蛇呀、蟒蛇呀、毒蜘蛛啊都出来了。哦，这真的有个水潭。哦，这个地方好舒服。应该有大鱼的吧？嗯。这个地方，夏天。啊，这里面的鱼大一点儿。直接就往下跳，你看，大家直接可以往下跳。这游泳有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台轻一点吧。这里面还有几条小鱼。真的。游泳，小心啊！第二天没人救你。诶，底下的鱼还挺大的，你看那边翻肚子一亮，很白的，看从角这个角度看看，那里好大那条鱼。在鱼缸了没有？哇，就那几个好大，在那个石头边边那几个。哎，来的还有大的。对呀，看那条好大，走路好远的。是吗？嗯，我们走了好远都没走到。没走对地方吧？就顺着这条路啊。要去哪里啊？它前面有个寨子，很漂亮。漂亮，那还远着呢，应该。得开车，我觉得。卡子。走。小卡子。走，开车。开车。里面有个寨子，前面里面有个寨子，跟他。啊。好怕。看吧，我说要开车吧。卡子，小卡子，来哦，来哦，要开车的，走路走好远，啥也没有。对，你看看车去，上面那个，你不知道你跑得更快。走走，
走。